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熊出没熊大为我们带来一款，这是我们的拼图玩具。现在，我们来和我们的熊大来拆开我们的这一款托马斯玩具拼图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托马斯，这是一个彩色的托马斯玩具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拼图。这是我们的草地、轨道、托马斯、雪松，这是我们的烟，这边还有白云和太阳。这里是我们的车厢、托马斯车头。现在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些零件把它拆开。这是我们拆开的零件，这底部是我们的拼图。现在把我们拆开的零件分解开。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零件，上面的图片也是不一样的，把它分解开。这里是我们的这些零件，把它拆开之后找到对应的积木，拼装在我们的积木平板上。这是我们的这个拼图平板。第一块积木，这里是我们的太阳。第二块拼图，这里有我们的烟，这是从我们托马斯的烟囱里面冒出来的烟，还有白云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排拼装完成。拼装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。第二排这里是我们的雪松。这里是我们的托马斯烟囱。这里还有我们的托马斯车顶，雪松是一个弧形，红色的零件，绿色的雪松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排拼装完成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排，这是我们的托马斯的车头，这是一个弧形紫色。这里是我们的托马斯车头玻璃。这是我们的第三排拼装完成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四排。第四排这里有我们的托马斯的车灯，这是我们的车灯，这是我们的托马斯车轮，一个大车轮，红色的零件，黄色的车厢。这是我们的第四排拼装完成。我们最后一排，这里有我们的轨道，还有我们的石头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托马斯积木玩具拼图，这就拼装完成。里面有我们的一款托马斯积木
这是我们的这款托马斯玩具。我们一起和我们的熊大分享了我们的这一款托马斯积木拼图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